啊，生发水用完了吗？我是喝吗？对瓶吹，我怎么可能用完？搞笑，真的是。哈，如果对瓶吹效果好的话，我也是可以考虑的。办身份证了吗？他忘了这个事儿了，他后来都没提这个事儿。学医后来都没提身份证这个事儿。没关系，你不需要身份证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跟着我就可以了，跟着我。两个黑户，我不是黑户，我不是黑户，你也不是黑户，你是有户口的人。我就是。哎呀，你们穿点衣服吧。说啥了？啥不穿衣服的？我怎么没看见？现在不能说。孩子有户口吗？哎，对哦，这是个好问题，我们都没有考虑过这个时候。妈呀，好像还没等孩子上户口就大结局了吧？哎，后面我对，们补拍的那些应该也不对哦。因为我们就是现在这版跟我们之前看的那版还是有一些差别的。嫌疑犯领盒饭了吗？你猜，你们猜？你猜。全家黑户，什么玩意儿？朱慧子是谁杀的？这个今天晚上应该能，今天晚上可能还不一定能放出来，可反能明正今天、明天你们就都知道了，天。对呀，明天晚上就什么都知道了呀。挺让人意外，我跟你讲。我们都不知道。啊，你我不到知现在我不知道，我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具体。道啊？婴儿床睡上了吗？睡上了，很好用，应该。哎，但是也不是我躺，反正。是谁写的信？第一集那个信是谁写的？写信的是微微吗？写信的不是微微哦。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他呢，我给他写啥信了？好运气绝育了吗？这是个好问题。们都什么问题？明天还有直播，明天好像是有跟大家一起看的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个说一下啊，明天晚上一起看的活动是什么？预约了的大会员，到时候都好好蹲一下站内私信，限量100个名额。其实我有点没看懂，啥意思？但是他们俩读我也了没啥，看过。我读了。张楠是属什么的？属鹅的吗？你才属鹅的，哼。还有说我们两个好笨，没有啊。我们就叫大智若愚。哎。微微的文化水平是，这个问题，问题是好问题。按理说他应该没读过书，是的。九漏鱼，你知道九漏鱼是啥吗？不知道啥呀？九年义务制教育，漏网之鱼。啊哈！你怎么什么都懂？太会了！微微的钱是哪来的？啊，这还不明显吗？有生意啊！当然了，可有钱了，微微，出门从来不用许攸鱼花钱。对，而且后面有一个
许攸宜很喜欢的东西，他给买回来了，很贵哦。不考虑，直接带走。删了吗？订单接到手软，是的。是那套花瓶，什么花瓶啊？不是花瓶，给送他房花瓶租？是吗？怎么可能给房租？搞笑！给房租，哈哈哈哈！严威中枪了吗？严威中枪了呀！严威中枪了，预告片都放出来，严威中枪了。天，怎么能中枪了呢？生化水有链接吗？哈哈哈！对啊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没有链接。这是广告，这不行了。第二快啊！天就拍，这个还在写剧本呢，也是因为你们，就是真的是因为很多人喜欢我们，然后很多人喜欢双镜，所以大家。我们制作方那边也是看到了大家的一个诚意，所以我们决定可能会拍第二季。但是可能真的没那么快了，不会有那么快，但一定会来的，虽迟但到。会 wink 吗？当然会啦，小意来思。啊！来一个，等你100年。二人问第一季拍了多久？我们拍的挺快的，我们。我们拍了不到2个月，好像就杀青了，2个月吧。Wink 完了，我都，你都没看到吗？我看到了，你怎么看到的？我可以一边说话，我又不是瞎子。对了，你过几天不是还月来了吗？你想吃啥？是啊，我想吃肉，吃啥肉？我还想吃小龙虾，要不我们再点一下那条小龙虾吧，怎么样？我们可以直接点到工作的地方，可以啊，一边工作一边吃，哇，绝了！就那家，就上次你点的那家，可以，我们不告诉他们。要13香的。吃严丽丽的肉，你们什么人啊？变这态，种肉，是我看错了吗？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好运气报仇，严丽丽，什么鬼？喝粥，喝稀饭，不会吧？太苦了吧？会上综艺吗？我们也想上综艺，希望有综艺来找我们吧。来来吧，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我们很高的，我们可以攻点鞋去。我谢谢你。我们就穿平底鞋去，绝对不会让你的主持人有压力哦。非常专业。会开演唱会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
爱情保卫战》，你看过这个节目吗？我看过。啊！相亲大会。神经病。去男生女生向前冲，这个是什么节目啊？就是那种闯关节目。闯关。闯关。哦。然后啪掉水里的那种是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你可以往前冲，然后我在那个领奖台上面等着你。然后如果你要是没到领奖台，我就下去找你。嗯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你们两个呆子，哎，现在都这么大胆了吗？你们都这么大胆吗？咋了我们？我们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们就是聊一些生活上就是正常的事情。就是啊，参加选秀吧。你太看得起我们了。上去给你表演一个那个一个头两个手两个脚各跳各的。就上爸爸去哪儿。米奇梦游屋，我们不讲相声，对啊，我们没有在讲相声呀。严威唱 rap。给你们来个诗朗诵吧，来个 reader。 上中国新说唱。我们可以表演一个刚才那个网卡视频。带严丽丽去选秀，这个可以，我们俩在台底下，让她自己去，她让她自己忙，然后赚钱给我们花，啊，真不错呀！要么说谁家的鹅？去真正男子汉，真不错呀！前夫哥会不会领盒饭？你们可以想一想。给你们答案，自己去领会吧。歌里冬青说他领了，他自爆了。哎，还在这么玩的？是吗？微微蹲大牢了吗？其实我能剧透吗？我好像不太能说吧。别说了，让他们一会儿看吧。好吧，马上就还有12分钟。但是就是你们看到的是，如果是不好的结局的话呢，其实拍的时候是好的，但是呢由于很多方面的原因，所以它只能剪成这样然后播出来。你这个剧透有啥区别？没有说。哎呀，不会的。你们想想都有第二季，这一剧的结局算什么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没有吧，但因为我们两个没看，所以就是，对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他们说改了，但是也不知道改成什么样了，我们俩都没看呢。应该不会虐吧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记得那段就是，你记不记得我走，我回到周恒家住那块，就是你底下有婴儿床那块。嗯嗯，
配上我唱的歌，我真的流泪了，好感动啊！怎么回事？我也是，我也是，真的那段那个啥了。嗯，那段好虐哦。你们笑什么？我说的实话，说自我陶醉，自我感动了。